大家好，经过一个炎热的夏季之后呢，在进入初秋之后，很多花友的这个蟹爪呢可能状态都不太好，然后呢可能会间接出现一个长势不佳的现象。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你的这个蟹爪兰能够尽快的复壮，让它能够长出更多的一个间接出来，让它能够长爆盆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只要给它喂上一种水就可以了。这种水是什么水呢？其实就是黄豆水。那么黄豆水呢，我之前也经常跟大家分享过它的一个制作方法，就是将黄豆啊把它煮熟，然后和这个煮黄豆的水呢一起放在这个塑料瓶里面，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就可以了。那么如果大家担心这个黄豆水它的异味非常的严重的话呢，大家可以在这个黄豆水里面呢加上一点这个 EM 菌原露。为什么要加 EM 菌原露呢？ EM 菌原露它可以有效的去除异味，而且呢它还可以增加你的这个腐熟的速度，可以让它能够更快的腐熟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拿来给你的这个蟹爪兰使用了。用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刚开始啊我们用肥花不能够浓度过高，我们最好就是将它稀释80倍，然后大概呢就是10天半个月给它使用一次。因为黄豆水它是一种高氮肥，而且呢其他的营养元素又不缺失，所以是比较适合这个阶段的蟹爪兰来使用的。那么后期等到天气渐渐凉爽的时候，我们呢再慢慢的增加浓度和施肥的次数就可以了。这样呢你的蟹爪兰就能够疯狂的长出非常多的这个茎节出来，而且呢茎节长势非常的好。但是如果大家觉得使用这种肥的话呢比较麻烦，还需要腐熟，那么我们大家就可以给它用上一点这种通用型的有机营养液，也是比较适合现阶段来使用的，这样呢也是比较方便一种做法。但是如果大家把握不好，或担心呢用肥用多了或者是浓度过高了，然后出现了一个烧根的现象，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在盆土里面撒上一点缓释肥就可以了，通用型的就可以了，氮磷钾比较均衡，直接在盆土里面撒上一圈就能够有效的促进它的生长。所以我们在现阶段大家呢给它使用上一点黄豆水，就能够有效的促进你的这个茎节的生长了，那么你的蟹爪兰就特别容易爆盆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